Hello，大家好，我是朱霞珠。看到这一个场景啊，我就不多说啦，一定知道我是要来拍，随便拍拍。对，没错。让我咳一下咳嗽，这是第三集嘛，对不对？然后我说我这一次的目标就是要盖个农田，对，盖农田我就以这个特别的地形去盖，你们觉得？好不好？对啊，这样就不用特别去找太多铁。然后我觉得我今天第三集嘛，我就觉得我还是去挖矿，就让大家看看我挖矿加盖农田好了。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进去喽 对不起，对不起，咳一下咳嗽。好，开工喽，然后我们需要围篱呀。嗯哼，来不？我们要盖那么离这个东西那么近吗？好，就这样。然后这里都变。啊啦啦啦啦啦啦！我觉得我背景音乐有时候就用的还蛮好听的。你们想知道背景音乐的话，就是我会在就是留言那边就是用，就是不是啊介绍，就是介绍那边会用。挖掉，挖掉，挖掉，挖掉！找出一个空间，然后我去，应该还有吧？不是，我不知道你，我记得木头还有，我有做，这个要配就配木头的，会比较好看。好啦，我们要干嘛？那就做石头的好了，因为我记得木头出头很容易坏，就很快就坏了。刚出时间出，好，我们刚出完就要晚上了，哎，真是的啊，作弊都忘记开这个了，允许作弊啊！快点，快点要睡觉喽。等到以后我查清楚为什么 bug 不能吃东西以后，我就开始开简单模式。对，而且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吃东西。不然我们等下，就是我们可以现在就开始开，要不要？选项我们先开简单，然后等下他饿的时候我们再来试试看这一次可不可以。懂。好的，我看看这边整理一下地。我们农田要盖那么大吗？我觉得留一些自然水源好了。对，而且刚说完就一个种子，我先把它存起来。先把这里清出至少这么大，对，至少要这么大。至少我得要先从两个挖这里盖起，两个挖这里盖起，这样好了，对不对？记得我有一些泥土，把这里堵起来，这样，这里也堵起来，到这边都可以种，这里也可以种。然后我觉得这里就是可以补起来啊，就是更多土地种。不用那么零零乱哦，让我上来，让我上来，好，刚刚好，然后自己清理一下，这里应该比较不担心，就是有问题。哎呀，好像不太对，觉得不该那么紧，顺便那边我可以去清一下，然后这么大怎么样？有点恐怖啊！从这里开始挖，从这里啊，就是这样，怎么样？1、2、3、4，哇哈，应该很难跳到N 号。刚说完就饿嘞，走走走，我们顺便先来实验。
不是你。有，这次有了，有了，有了，很好，很好，我们就以这个简单模式为了。哦，等这一刻等了好久啊。你不要给我进来。这样应该够吧？还有，我想从这里开始盖。盖，我觉得怎么怪怪的？这个怪了，太怪了，走。这怪的不是很对劲，正常多了。好，好，继续开工啊。继续开工，然后我们先挖到我们一点的部分，像这里，这里就挖掉啊。挖这里吗？这一部分。冷派有僵尸就这样突然跳起来，他们其实没玩家的话应该是没有那么好。让我先清理完地一下，好，等我一下下哦。好了，我们又回来了。我大约清理成这个样子，对对对。然后我刚刚也有盖了一个门，这样就是从外面这样进来，进出比较进出。好，差不多时候就开始动工。然后我想要就是这一部分不要用到，就是这样，这一部分就不要用到，这样比较安全。对对对。我去拿一下种子，防万一就是等一下他们通常都会自己，你不踩它，它也会自己变那样，所以30个够吧？因为我暂时就做像食物作弊，我就不做了。对，我觉得这种东西不需要作弊，而且就是以后找到村民家，还是自己看到一些马铃薯，再就是去处理这个问题，就还来得及就可以。够不够？然后不太够，就是就上面这样子，然后都没有。好，等我一下哦。种子的问题啊，不是什么，就是30个都不够啊。非常的容易啊。这样来回走之后，才拿到5个。非常缺种子啊，第一次这么缺。一大堆啊！哦，哇啊啊哈哈哈哈！看这附近，我刚刚打这些，有，这里有一个，这个还没有清完呢。等一下，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对劲。蹦！好，我回来了，16个，现在大约补下这边我已经用好的，这边像这边我都用好的。还有一个。把这里扶起，这里要那么多个，再多挖去用一点。有一个，我现在也不知道跟你们说什么话题，你们会开心的、我想起来，我可以说那个，我上一集啊，就是提到一半的话题，你们就会想说，坐下之后，你好像提到一半的话题好像没有说啊。对对对，我去看了我的影片，我发现我有个话题说到一半就没了，就是那个女作家的新闻。对对对，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我的感想。对，她有就是助杀我上个，该怎么说呢？就是有点，你们可以选择不要听，直接跳过这一段，我是没什么意见的。啊，我的感想就是。
就是因为我的自然老师有跟我提起，就是说叫我们不要，就是因为某些事情那边，就是为了这种事情哦，也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就是去被那种男生啊干嘛干嘛，懂吗？对，刚刚好，就是不要被那种男生做，不要就是要保护自己啦，就是不要去就是对那种男生就是发生一些感情啊还是什么，就是他在他数前有就是有一个该怎么说呢，有一个就是有个想法，对他有一本书，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太小的啦，不适合去看，对，所以你们就是还是就不要就是乱去叫你爸爸妈妈去跟他提起这些事情，也不要说是什么是我跟你们提起啊，我可跟你们没关系啊，而且这需要一点亮光，对，这可不关我的事啊，这你自己要听啊，没叫你一定要听啊，对不对？哦，这里长太快一点，没关系，去。的四面八方都改一下，然后就是他遇到了一些，你自己去看他，因为我也不太想要说这种，我只是现在很没话说才说那个，就是我们一边去探险一边说吧，开始咯，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不要就是太你，我就是不说太多，你自己去看他的心想，然后你也可以问你爸爸妈妈这是什么回事，说。你很想知道，然后你把一点点点，我刚好像经过一铁，对不对？对，为什么我经过铁我都没感觉？就是不要，就是去太沉迷，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我先告诉你，这件事情可不太好知道，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只是我就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说明一下，就是不用太。就好奇哦，一定要知道，你可以自己去查，你爸爸妈妈不让你知道你就不要去逼了，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对像对我这种已经小学要毕业的人来说都算很就是算有一点太小，怎么又按到太小的原那个，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去看，然后我的荧幕有点坏掉，等我一下下跳一下，好，你们应该有比较清楚一点，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刚刚整个跳掉，对不起，因为我那个调的荧幕问题就是有问题，就对不起。就刚刚话说的，你知道吗？我现在挖一些不重要的那个吗？因为这样可以铺路，我现在是要拿来铺路用。对，然后这到底有人说按 F3 加。区块发示的区块显示，哦，对，就是说我有发现，这有什么好奇？这是有什么？区块显示到底有什么？区块边界显示，这什么意思？所以我的东西没办法盖到那里了，这样是这意思吗？所以不是哎，不知道什么意思。再按一次应该就不见了，隐藏。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也不是重点，我要去盖那边的红石，好，应该有了，然后对，就是不要逼你妈妈一定要去告诉你那种东西对我这样的年纪都有点小，除非你就是已经才两个，那么少，已经大到不能再打下去了。你再就是再去跟你爸爸妈妈了解也没关系。我想往这里方向。先把矿石放进去，然后。哇，怎么下面还有那么多？对啊，没了就好。有油铁，不错。然后就是你妈妈不想跟你，才一个、哦。妈妈不想跟你说，就不要去跟她
计较了，对，不要说太多。而且我已经挖到鸡眼，这太夸张了，真的，这有点夸张了，而且。喝咖啡，我这里有煤炭，都没那个，那我就挖到鸡眼了。然后这附近应该就有一个洞穴之类、钻石之类的东西了吧？拜托，说没有吧？太夸张了。留着，擦亮，太夸张了，已经挖到鸡眼了。等一下，嗯。哎呀，挖到鸡眼了，抓鸡眼，我在跳吗？好呀，看，哎，挖得掉吗？挖不掉，好像太多了，有点这样补起来。我相信这边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洞穴吧。哇、哦，吓死我！会不会有岩浆啊？等下，没事，安全区域，嚯，这挖了，我刚刚是从这里挖了一大圈回来这里，啊，真是，算了，都挖了一大圈回来了，我们就继续往前挖，然后就，这为什么用泥土啊？你像有泥土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事情？总是我把我自己闷在这里。这样。有了，继续挖哦。我干嘛往下挖？霸气哦。就都知道下面都没路了，还往下挖，往上挖，往前挖了，真是的。去我那边挖挖看，这样都已经，这样都要离基岩那么近才有红石就对了，是这样的意思。要挖太多红石啊！这，天啊，我的钻石都没挖到，挖到一大堆红石啊，青金石也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哭哭，一大堆煤炭。气死我了，真是的，而且我拍多久了？17分钟了，然后都在挖矿，都在挖矿。我第一次是往上挖，不是往下。等一下，有点吓到，对不起。上面是岩浆诶，应该说这上面应该也是岩浆的。这里不要往，这里挖，我们往另外一个地方挖。这里应该前面再往前一点，应该会比较正常一点吧。我觉得我等我下下。对不起，我就想拿一个这个。对不起，我需要一个这个。显示我现在是黑暗，所以我现在是不要出去了。哇！一瞬间，就在那一瞬间。哇！帅，确定上面都没事，下面也没事。哇！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哇，爽嘞！虽然我可以作弊呢，但是这突然挖到那种爽嘞！天哪，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啦。我觉得这集我也不想拍太久啊，没有啦，不可能在这里，只是说下一集我决定了。既然都挖到钻石了，我下集决定要去地狱了。我们下集本来是说要去那个树林里面探险嘛，对不对？所以这一集的目标也完成了，就是已经挖到钻石就不错。我们可以回家，顺便回家的时候打怪，让大家看一下。这里嘛，咳一下兽啊，这样。
嗯，我怎么跳不上去啊？这里，这里，这里。幸好包包里好多东西。七个钻石那一瞬间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这样走上去比较快，不用浪费太多时间。回去就先烧铁，然后根本就不用杀怪，而且我看一下外面到底有没有怪，有啊有怪，我想要苦头，嗯，我有点想要，把最重要的东西放进去啊，等着这一刻啊，就烧下蛋和十个再加，哎，对不起哦，你是下面的东西，最后给我一个。我在上面，在下面烧夜，我顺便要出去打怪啊。嗯，我想想 ，F， 按 F 这个可以变，就是你用的东西可以变成，就是变到左手的位置去。然后我要用的矿，你在这边慢慢烧，然后放进去，留着。这样子，好了，走，杀怪去，走杀，超杀怪，跳跳跳跳跳跳跳，我的What the fuck？ 什么东西啊 ？Oh my god！ 我操你妈的吧，你娘的！我不敢骂那么多脏话。啊，算是一个体验啊，让大家看看我家已经变这样子了。不要再折磨我了，我后悔了，悔不当初。我吃掉吧，有。来铺路吧。天哪！我家怎么会变这样啊？真是的，怎么会变这样？嗯，那装饰的东西有点多哎，烦。自己拿下来算算，我们就直接这样，之后把够的东西呢，然后楼梯嘛。东西放进去啊！玻璃。那我这边是要用木头去把它折起来。木头把它折起啊！挡啊啊啊啊啊！不要挡，不要挡，算我求你了。走。啊哈！我很鼓励罢了，哎呦，恨死你了！干嘛炸啦？哎呦，气死我了！哎，算了。那我今天应该会再上传另外一部叫《床帐》的东西。嗯，对，没错，很好。等一下，好，没事。那我来看看我的龙桌做的怎么样。有啊，有些都比较好一点，很好很好。继续升甲上去。好啦，我看看我们这一集拍多久啦，24分钟就够啦。我们这一集的任务就到这里啦，我很苦力派，这一集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